大会嘛，有诗就有歌，对吗？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感谢华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园地，让我们的诗有地方发表，有地方欣赏。那么也感谢大中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能够让这些诗有人写，有人欣赏，而且呢有所奖励啊，然后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老友新朋在这里聚会。那么我们呢这里特别感激莲花，也是我们笔会的一个成员，如意莲花是他的笔名，来为我们大家献上第一首歌啊，枉凝眉，这就是一首诗与歌完美的结合，现在大家欢迎。谢谢。通过诗歌创作认识了很多的诗歌师弟师姐师妹，还有好多的新朋老友，在此我衷心的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创作奖，那有些人呢没来，可以请朋友代理啊。那有现在由阿宝来念一下获奖人的名单。OK， 谢谢。首先呢，我今天来主要是给这个西红呢打下手。OK， 互相打下手，互相捧场。他已经把这个大权在握，你看这个奖品礼品全在这里，所以说你们大家放心 ，OK， 要对他好一点。OK，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优秀奖就所有的得奖的人呢，今天这样的，如果你愿意，朗诵你的那个诗，或者是得奖的或者不得奖的，你最拿手的都可以，好像陈兰在那边都有是吧？他的 slot 有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念这个那个得奖人哈，第一个是雨林，雨林兰。
雨林的诗呢，我听说他委托每一代人，好吧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一代雨林的。那你今天帮他朗诵吗？两个都啊，一个雨林啊 ，OK。下面是 Sea Breeze 啊，洋里的 Sea Breeze 没来吧？中文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没来啊。那个耿耿也没来是吧？那个耿耿是给西红。然后要马上就西红他自己，所以说西红自己啊，然后戈壁红柳哎，哎，很多粉丝啊，你这老难不讲，我就找等会儿。然后啊，那个下边是阿多，阿多是谁啊？阿多，我以为是阿宝啊。阿宝，我可以带领吗？如果实在是这个阿多哈。Yay but 不是 Yay but 是来一个英文的 Yay but 什么的。那个像有吗？阿波有吗？哎，阿波隔壁红老刘，你这没有啊？你这样的，你拿你的，你这卡给你了吗？还没有呢，这是什么？你拿着那个，这样的话拿这样。哦，这样，那你这么借，我给的有吗？这样比较近。哦，这样就比较近。一人拿一样。啊，远山，远山我带，远山我来带。原先在这个康州诗酒年华老弟，不是每个人都叫老弟，叫小弟。这个黄春根哈，黄建中同志，谁带？你黄春根，叶文，你给带，我带啊。那行，你给他带，你要带。哦，我要带。老黄，要不然给我也行。我给他老婆就行啊，那你给梁家也行的。给梁家就行。那你给梁收这么多干嘛呀？你还敢帮念诗呢？我那小白姐，你得这么大奖了。若敏到，哦，你若敏脱油脂，对，我若敏是我的马甲，刘爱德是谁啊？刘爱德应该是小恒那边近一点，也是小，哎，你谁都知道啊？谁认识？刘爱德。如果不给，就没有人理去拿过来。然后到我这边来。然后会是做领导的，谁都知道。不不，就乱谈，刚好碰上了，刚好乱谈，不是乱谈钱，不是乱谈，我知道。来，乱谈。我是你们这班的。报名还是包名？这次我还真的不会是你声调，你注意，我不记得了。都行。意识对。意识是那个啊？是那个在山东。山东，哎呦。我们老家的。清，他就把名字改了一下，清风清柳啊，杨柳那个清也有三点水，现在改了。清柳也挺难的。清柳现在来怎么来？郭艳文，你也得奖？在哪？郭艳文是老弟，有一宝塔诗吗？郭艳文小弟，不是老弟，谁是不一家创作奖？笑威今天又逃了。啊，你写的？他不是要来吗？他不是笑威今天来了吗？啊，楚人绅士也没来。啊，杨子，责无旁贷啊！我跟你不说，给您带，啊，他说留在我这里，他说留在我这里。哦，那留着啊，乌鹤，这是真正的下一代。好。那个什么又个啊？哦，阿波刚刚没发，给你拿一份，给谁？谁？常静宇。哦，大师。啊，对。谢谢。廖康啊。廖康是在外地。在福州。您是外地。好，完了，现在开始朗诵。谁那个？你在是这样啊？反正自己是朗诵。